要吓我啊！我要一个脸型显小、年龄显低、颅顶显高、蓬松但不要太蓬、露出点眉毛但不要全露、稍微有点空气感但也不要太薄的刘海。就是简单修一下，修一下啦。传手艺，小意思。我愿称你为宿舍之宝啊！哎，这里还稍微有点长，请稍等。奶琳，你看到拉姐了吗？奶琳，你有同学在啊？抱歉打扰啦。奇怪，人去哪儿了？